河滨高中校长李德泰伫今年二月退休，校长的职务暂授教务主任温家南代理。这个月管府总算公布新任校长的名单。河滨高中校友会嘛，趁举办李干事会时阵，表达对新校长的欢迎。河滨高中校友会理事长谢孝正表示，代理校长温家南伫半年任期内为学校付出真济心力，予大家拢相当的肯定。如今学校准备来新的校长，校友会嘛真欢迎。和美高中校友会第九届第二次的理监事会哈，由我们的历届理事长，有现在我们的第二届理事长还有第五届理事长哈，他们来参与哈。我们陆陆续续有一些理监事跟顾问会到达。我们今天来的人应该非常的多。希望大家哈对我们的校友会多多支持。我们也即将有个新任的校长来我们是八月六号有个徐校长要接任我们和美高中的校长希望各位乡亲还有校友会的会员永久会员他们都支持他。准备落任的代理校长温家南表示，感谢这段时间大家支持和鼓励，他将会全力协助新校长赶紧了解校务。好，和美高中非常感谢我们校友会一直以来对学校的支持。我们校友会都是由我们和美高中毕业的校友所组成，长期来一直支持学校的各项活动，给予学校很多的帮助，包括我们的入学奖学金，包括我们给教师的鼓励，还有各项活动上面的资源。那我们新校长徐进香校长即将来到我们学校，那校友会也会持续的支持我们的新校长，让和美高中可以在校友会校长还有我们家长会的领导之下越来越好，更上一层楼。乐林代理校长的温家南将回到原本教务主任的职务顶端，继续为河滨高中来努力。新任校长徐进将原本是中华艺术高中的老师，也是中华县国民中学第十六期校长校评人员。新中华新闻李明宏河滨采访报道。